另外，针对着伫咧顶个月，嘉义市铁路个计划，嘉义关路段水上吊道场的公听会，伫咧水上举办，议员林湘婷是当场来感受着水上乡亲相当不满的心声。伊质疑着公听会看起来只是一个形式，吊道场就是要设伫咧水上，伊感受袂着对着水上人的尊重，所以三号在议会定期会当中，伊是向馆长张华官提议，要求卖配合着吊道场的征收和建造的合法。对此，张华官强调，吊道场放伫咧水上乡，这是绝对无公平的一件代志。嘉义县政府的立场和乡亲一致反对设置伫咧这个所在，有关着无合法相关设置许可，如果议会提案，嘉义县政府会来照做。同时，伊嘛希望立委会当向中央来提出建议。是哦，我跟你讲哦，你讲现场哦，所有咱最上的乡亲，拢足勇敢，表达有意见。大家都是只要上了发言台，我从头做到，他们真的是哦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啊。顶个月，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嘉义关路段水上吊道场公听会，在水上乡来举行。关议员林湘婷看到水上乡亲流目屎，勇敢表达意见。同时，林湘婷感受到公听会敢若亲像势在必行迄一款，看起来敢若是一个形式而已，伊感受无到尊重，向嘉义县长张华官来投诉，这对水上乡民是无公平。今仔日林湘婷在关议会提出异议，需要实际的作为，向县长张华官投诉，卖配合吊道场的征收甲建造合法。县长张华官原则上是支持议员的建议。时阵，咱甲嘉义市政府，咱嘛是要求讲，我们的吊道场要设在南靖，最后没有共识，所以还要持续协商。啊，我在为虾米？到最后这个公听会已经很像是势在必行，然后呢，这个公听会很像就是只是一个形式而已，我把行起来了，我准备走，这对我最喜欢乡亲够公平？绝对不公平啦哈！我想哦，嘉义县是本来一家哈。我是希望讲，其实伊也是讲，伊调到去吼，他如果确定很明确要在北回那边的话，如果我们要表达我们的一个坚定立场的话，我们有很多种方式。比如说也要通地征收，咱嘉义县政府是爱配合咧办，配合去办理。我们不要去配合，他如果最后他的调度场，伊若是要施工，咱这边嘛是爱经过咱核定这个是建造，伊才好落施工嘛，对无？这部分咱都卖配合。这个议员的提，你们提案哈，而我们县政府就有这一个根据，县议会的决议哈。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啊，但是最关键的还是要请你们哈，我们要请我们一起来共同邀请嘉义县级的立法委员哦，一定要要求铁工局，这季的纲领是说一定不可以哈，偏嘉义区啊，不注重我们嘉义县的感受哦权益，那我是决定，我决定是支持议员的建议啊，最好是一下我的态度啊。这案我怎么办啊？不啊不啊！我想这案这些追求应该是不分男女，大概都是百分之三十的女生是涉及。不是只有你们哈，连民选要一起放进去哈。同时联合有相关的民调的意义，做会向议会提出提案。议长张美达立即请议员向议会来提出。谢谢新闻采访中心嘉义县采访报道。